新年快乐！这是急诊，感情的事情并非那么简单，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的。怎么了？又脚崴了？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。 明白，等会儿吧。假期过得怎么样？总是随便。我玩会儿吗？人太无聊了。根据我对你的了解，这种事情你是最不会处理的。我听出来了，那你就自己看着办。 对不起，我道歉，你不用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事实是我放不下你，怎么又搞突袭了？要不提前打个招呼吧？不想压榨你，你还不乐意？再多来点，提升你销售预期。不着急。 干嘛？我知道我秀色可餐，你也不至于这么严重不放吧？看来我判断错了一件事情，这个人虽然是我，对你倒是真心。你怎么想？我就是你的宝贝，听到你这么说真开心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个。